倒，我叫小薇。喜欢一个人就要让人开心，不喜欢人就要跟人家讲明。你的管家都不知道你奶奶有个小岛。我爷爷从来没有提起过这小岛是别人的，那也没有跟你提起过任何关于这个小岛的事。当然没有啦，老夫人最讨厌就是小岛了。没有。希望大家到时候一定要买票进电影院观看，好不好？